大家好，我是楠楠啊。然后这两天我家屋顶塌的厉害了啊，一直往下掉砖，晚上的时候声音特别大。然后带大家去看一下吧，因为这两天下雨下的特别厉害啊。走。现在已经塌成这样了，板子也掉下来了，看。超哥，咱家屋子成这样了，咱咋办呢？修，谁家？前几天咱不是有点稍微深点水，我叫人家来看了之后，人家说都停了两天，过几天还有雨嘞，一下雨还是没法干。所以说，我都在上面打个扫帚，反正这两天连续下了五天雨，越下越大，越下。越大，这瓦都掉了。我之前没说，那一天跟咱妈在上面掀了，把上面都掀烂，本来说先掀楼，都打扫不来。对，这两天也是，超哥白天上地里，晚上了也不敢睡，守着屋顶。你修的是啥？中间都是停了三天，干不完这活。这活得好几天干，他得拆楼之后重新垒，重新挖。是，怪不得人家不会干呢，是吧？嗯，本来头一天本来也晴了，后来人家也不给干，后来超哥就开始忙地里，也荒着地里那点玉米，其实是，哎呀，人家也不给干，所以就他到这时候又下雨了，连续下好几天。最后我家就成了屋顶露天了。都在屋顶下了雨，下了厉害的那个冲，直接冲塌了。你下雨了，我去找上我把那个扫帚来重新打一下。找。俺家这个屋顶，当时打了一层塑料布，现在是本来是那个角有一点小毛病，越冲越大。把这整个一间这瓦都全部冲下去了，这一间顶，但是还打了层塑料布嘞。哎呀，主要是有风。走吧，咱下家，你在上面，主要过两天人家修屋的人家都来了，等着这好天儿，凉凉天的。天，快晴吧，不要再下雨了。楠楠。你咱这结婚这头一年这你生气不？这屋子塌成那样，能打个洞？这有啥生气的？你看咱街坊邻居，他们不也有塌了吗？有的还搭彩钢，还人家都塌了呢。墙，咱这屋子搭墙头，墙歪了好几，歪了好几节墙。啊，又刮风又下雨，这不是人为的。嗯，你说着，你还跟咱邻居那个墙，现在还没垒好嘞。他两节成一节了，是捅的嘞。现在塌的多很多，这里雨水大，没有办法，是不？嗯。今年雨水忒大了，没有办法。再说了，咱大爷不是来头两天来这看过了吗？嗯。那天还下着雨来看的，说等不下了晒，先给咱干。他主要是啥？先晾两天才能干嘞。嗯，因为他也潮，是不？嗯。啊，我主要是娃子这有泥，他淤泥了，变成。他这个得修得几天呢？得一个星期吧。咱这活不是小活，关键是。得把整个屋顶都啥的了吧？不，都那一间。不是，我就说咱就那一间屋顶都得掀了。啊，就那一间屋顶全部掀了，再重新垒上去。是。不是小伙儿了，反正在这。那不是小伙儿，你得拆，然后你得重新整。嗯。